上帝地图的福科莲，古装造型矮红路人。欧阳三姐妹老幺，16岁的欧阳弟弟伴随大姐二姐脚步。在大陆加入《延禧攻略》编剧于正新剧当家主母拍摄，和甄嬛皇上陈建斌老婆蒋勤勤合作。45岁的蒋勤勤被夸状态奇佳，弟弟的古装扮相却惨遭网友无情吐槽。我是你转头就忘的路人甲。弟弟原本清瘦高挑的身材，穿上厚重的古装线。弟弟戏剧出道作品是在5年前华剧。爸爸，你可以打我用力一点，你打越重我越开心，因为代表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他有回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人在弟弟的学校。是说弟弟前年原本和娜娜及妈妈到美国波士顿读高中，因疫情关系，欧阳姐妹飞离美国，弟弟 IG 也停更已久，改在微博持续更新工作日记，还在大陆戏剧出道。姐妹俩则在7月就合体录综艺节目《阳光姐妹淘抢钱》，就不知道弟弟是休学还是因为疫情得上网路课程，但可以边拍戏兼顾学业也很不错啦。爱会不会破掉？爱会不会变形？你有办法把它粘好吗？